Hello， 大家好，我是慧晶，你们也可以叫我 Hansy。你知道现在有研究发现到，原来纳豆蛋白酶可以有效抗新冠病毒和 Alpha 变异病毒吗？你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很想知道更多嘞？那身为赛讯出身的我，就来带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已经 published 的 article 吧。这个研究是来自于 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在2021年的7月所 published 的。他们准备的 raw material 就是纳豆 extract， 是从一般市面上买到的纳豆，经过 stirring 搅拌，加上 phosphate buffer saline， 这是一种 buffer solution 来维持正常的 pH 值，然后再拿去 centrifuge 就是其中一种 separation method， 过后再 filter 过滤，拿到 supernatant， 就是浮在表层上的东西，而这个就是纳豆 extract 啦。他们就 try 把这个加热跟未加热的纳豆 extract 分别跟新冠病毒 mix 在一起，然后加入 culture cell。 在观察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到未加热的纳豆 extract 可以把新冠病毒的 spike protein 给分解掉，真实能够防止细胞被感染。给大家科普一下， coronavirus 之所以会被称作 coronavirus， 是因为它的外层就像尖尖的王冠，而拉丁文的王冠就叫做 coronavirus。 当这个 coronavirus 侵入到我们体内后呢，它的 spike protein 就会跟人体的 ACE2 receptor cell 结合，而让我们感染到这个病毒。所以说如果这个病毒的 spike protein 被分解掉，就不会跟这个 receptor cell 结合，就不会感染到病毒。他们也 try 把新冠病毒换成 N501Y， 这个就是 Alpha 变异的病毒，来进行同样的 procedure， 也同样得到相同的结果，就是病毒的 spike protein 被分解掉。其实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纳豆 extract 里面含有纳豆菌种分泌出来的蛋白质的分解酵素，也就是蛋白酶，而这个蛋白酶是可以破坏掉病毒的表层。最后他们测出来的 result 是强力 suggest 说，这个纳豆 extract 是有潜力的抑制现在存在或者未来变异的病毒。那么虽然研究团队成功发现到 Nato Extract 是有效抑制新冠跟 Alpha 病毒的，但是他们是用 culture cell 来做研究的。至于直接吃 Nato 是否有效的抗病毒呢，他们是有所保留，不敢保证的。毕竟他们在准备这个 Nato Extract 是有经过很多的 process 嘛，好像我之前所说的。那他们也会继续做实验，把研究的对象推展到动物模型上。OK， 在这边也给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叫做纳豆激酶的词。它是在黄豆加入枯草杆菌发酵变成纳豆时所产生出来的活性成分，也是有着溶解血栓的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是之前跟大家讲解过的 article 中所用到的蛋白酶，它们两个是属于同一个 category 来哦。纳豆激酶可以溶解血管多余的纤维蛋白，降低坏胆固醇 LDL， 提高好胆固醇 HDL， 减低血液浓稠度等，对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有很好的帮助。而我们的 Velixer 威力秀里面就含有2000个 FU 单位的纳豆激酶，是日本营养健康食品协会规定的每月正常摄取量。我们是用有认证的原料，用有机的黄豆发酵来获取到这个纳豆激酶的，是完全不含人工添加物的哦。原本很多人难以接受的味道，我们也已经去除掉了，而且我们还特别的把 vitamin K2 给 remove 掉，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凝血的作用，同时它是不含 purine， 是可以适用于尿酸高跟痛风的人哦。这些都是我们为维力色里面的纳豆激酶所申请到的专利跟认证检验证明，所以是非常安全且有效的。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营养概念，营养不是靠单方只靠吃一种就足够了的，均衡完整的营养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健康，所以只是吃Vitamin C 一种是不够的。而我们的维力色就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液态营养补充品，除了刚刚提到的纳豆激酶，它还含有74种矿物质、12种维生素 A、B 群、C、D、E、19种酵素、24000 ORAC 超强抗氧化剂、植化素，还有4种益生菌。每天一包维力色就足够满足了人体对抗氧化剂、氨基酸和植物营养素的需要，它是全天然不含农药等化学物品的补充品，能够真正提升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你可以对照 FDA 所提供的每日摄取营养的维生素剂量跟维色的营养成分表，你会发现到维色的营养分量都是接近在营养摄取的临界值上下的，因为我们的成分配方都是由专业的研究团队所把关的。我们也有做过市场调查，一盒维色的营养成分就等同于外面17种瓶瓶罐罐的保健品。要得到真正的营养是要吃对品质跟分量的。现在有一种 All in One 的综合性营养补充品，帮你省时又省力，便宜健康又有效，所以维色你一定要喝。重点是我和我的家人已经喝了这个维力色已经有4年的时间，自己就是代言人了，不好是不会推荐给大家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有优惠啊，买越多就扣越多，现在买5盒送你一盒，折扣是高达31%的，扣上来一盒才333块，简直不要太便宜啊！现在要快点抢优惠，钱要花在值得的地方上。我能保证你喝了这个维力色绝对是有效的，因为我本身都已经喝了4年的时间，机会难得，快点抢优惠。最后谢谢大家时间， Thanks for watching， 祝大家抗疫成功。